木啊，木木给的。OK，二 K，推出二 K，第一十我六。是那就好是二号啦，人，是二号。我是好我人。全场人家都说你是坏狙人，那击，装什么？狙击，听人我口家都令，说你坏人狙击，听了。我口令，等下狙15、16，就这样子了。哇！我真的是好人，我是护士，你看我的护士导如是拜医拜，生。你是护士，护士拜拜。死的去了。你闭嘴，你是不是杀手？警察都讲话了。你是不是杀手？小玉对，杀手啦，我才是医生你还是啊！杀手，你还审判那个人他妈闭的？嘴啦，你闭嘴啦，我走了啦。没事，我要粉碎四他应该还有很根，久。我的针都有四根针呢。啊，我就跑。啊，退空了。哎，他们有毛多人吗？他没有他应该闹是到到人。了。不过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们在吵架。哎，这没保人。原来吵架这个人。你是还在回味的时候没杀到人吗？等一下，哇，喂喂，你们在吵什么？这有下囧啊，了。聚集有用的，这下囧了，这下就嗨了啊！是，我跟你讲，八号是狙击啊，还是八号是杀手？我觉得八号是狙击，欸，狙击吧。我跟你讲，杀手是谁？5712是杀手。那我跟你讲，八号是狙击。嗯，我觉得八号。嗯，大等一姐下，是等一狙下，叫我。因为八号针对他，七，我有留下后面的查单给他们了，他们应该是有吵到小雨的。对呀。啊，那可是他也不哎，那他们也要跟你的单呢？他们不，他们不投，他们不可以跳啊，因为这吵架的。没有啊，你推的单，他们也不跟啊。对啊，推七他们也没有。哦，你推个七，哦，我可能对，我对杀手是谁？我觉得小鱼会不会也是杀手？对啊，小鱼啊，也是啊。刚刚讲的说他小鱼，没有老巨刚下来，老巨刚下来。结束了吧？我回来了。哎，狙击跳就赢了哎。八号一定是狙击。他们不用八号就狙击啊，杀手就直接想出来就跳了吧。狙击啦，跳出来，然后4-2哎，剩下的比一比就赢了。而且你看，年年打 G 八，八号没事哦。没有啊，年年打 G 八是，他是打他打他是说 G 八吧？G 八，你听他，但是他只是啊，他只想打 G 八吧？他只想拖他杯下水了啊！来不及了，他可以射晕他嘛？完了完了，因为刚刚教主你离开前的时候，你在喊小鱼，我就觉得怪怪的。喊我喊小鱼，你讲好听一点。没有，然后小想说，我如果我是杀手的话，我会捅教主这种捅那么用力吗？我想你平常不会这样讲话。哦、我觉得他们想要享受杀人的感觉。就跟你说吧，上去喽，数字没看，没看，上去了，没有，差不多上了，差不多上了。杀了狙击手，阿洛他，最后一个是狙击手啦，故意不飘过怎么办？有没有？对啊，他们只是想要杀人而已啦。哦，好吧，我猜错了，他不是我。杀手不是我，跟小龙都玩到最后，完全放弃。那小鱼就说你怪怪的吼。哦，小鱼，你一定是杀手。你看我怎么准啊？不对啊，为什么没有跟我的推断？对不对？我猜错了。T16啊。我就说现在小鱼会玩的，他讲的话都不要信了啊！不要信啊，信他的干嘛？你们刚刚都关公了是不是？晚安，他现在会玩了，不要听他讲话。好，神母，对不起。晚安。中文啊。哎，少一个哎。少一个。然后刚刚要杀，刚刚杀我原因。来来来，克来了。OK，走。好，可以开始。神母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是想举夜猫的，但我找不到他。我操！所以我就只能举我手。我花鼠在的地方。哦哦哇！哇！死人也是。这是不是六号啊？哇！又哇！哇！哇！我操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哇！哇！哇！没事。金水心，金水讲话，金水讲。哇！金水，可是。有警单欸，还有金水哦，跟推单哦，推单的有推单哦，那这个，奶奶下去吧，17号啦，他杀手啦，相信我啦，17号啦，奶奶的话我下一场查嘛，
欸、不要，我不查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查我？好好，我不查你，可是你活不过明天我早上。我也觉得，有一种感觉我会被杀手杀掉。那等一下医生，医生保我。看医生保我。保你干嘛啦？啊，我警察、欸，我已经跳了哎、欸。为什么要17号？推单啊！他刚刚已经死了。需要啊，不是没推单。没有，就主说了。繁星刚刚说他是警察，你们有没有在听他讲话？没有。直接讲。哇！那个。哇！我活过来了。我还没有死。推四二，为什么又跳的？啊，对哦，特工死我干嘛跳啊？忘记有特工了。来不及炸。觉得我繁星是被我害死的，可是哎哎、欸欸，你没有啊？他把我救起来了、啊，你可以被争起啊，对吧、啊？呱呱不是，啊，你的队友是谁？索尼克、韦恩、大凡，我中一个。我们的话是一二十一，一二七十一。啊，护士也没了。欸、哇，看起来又是护士啊！我的巨蛋啊，为什么就是不跟啊？哇，好强哦！我觉得这是十人的虐。等一下，为什么给巨蛋？为什么还要杀巨蛋内的人？所以小龙又是狙击啊？我怀疑是了。是啊，是狙啊，查到了。推九十。看。哎、欸，我被狙死了！哎、欸，你还蛮常拿到护士的、欸。哪有？就昨天。捏捏是狙哦。我到现在还没玩过护士，特工倒是玩了。早知道我票他了，干鸡巴。认真。那我想，我也没当过特工或者是炸弹客耶、欸，我想当这两个。嘿，你怎么不跟狙单？因为你怎么不跟巨丹？我没有跟巨丹啊。有巨丹呢、欸。跟巨丹啊。你刚狙一号就结束了哎、欸。对啊，你应该要跟巨丹的。一号 是什么？一号是生母、欸、给的巨丹，你都不给。生母给的太快了，我看回来看的是。就像龙卷风嘛，他给很久了、欸。啊。没有，我的是推单，生母的是巨丹，巨丹是狙击要去打的。单呢、欸？我的是推单，是推、oh. 是早上投票要投的人。我两。两场的遗言都没被没被，还没吧？没特工没医生，对啊，死光光啊！啊，对啊，剩四个平民，四个平民，开始要报名了。好啊，听声音听得很花，对啊，有画面有数字。哇，最后一个是谁？杀手只是想享受杀人是不是？没有，杀手是还有两个、啊，对，杀手是韦恩是不是？韦恩跟索尼克，哦，啊那韦恩跟索尼克不会玩的。那警察是谁啊？狙击死掉去杀一啊！你啊来剩一个吧，警察剩一个啊。不会是16号吗？不要乱闹！他们两个是财，他们是真的，他们是四人员的。四人员。这两个是四人员。哦，索尼克直接，啊，他直接弃票了。完蛋了啊！对，要提醒他们不要连续两轮没动作，不然会被踢出去。对啊，就活该啊！活该啊！为什么你们就是不杀一呢？来、嗯、不及了，就不行，完全忘记一号的存在。对，那骗我！我扎的地方太边缘了。待会把警察，已经没狙击了，为什么厉害？这时候就赶快跳一跳了，当个报名。这两个家伙是谁？这时候我就当我是平，我查到就会啊，太慢了，完了，哇，没了，我死了，没了，死了。所以最后一个警察是猫猫，猫猫啊，该杀一了吧？我觉得刚才应该要当报名，随便投掉了。对啊，对，好，意思就是要当报名啊。啊！
鬼啊！我找不到最后一个。Murky 啊！我觉得幽怨那个刚好是赛中的。你们两个为什么夜猫会留到最后才杀、啊？猜不到啊，猜不到，后来突然直接投我就直接过来。可以不要浪费玩的时间吗？阿姆有给，很无聊。真的很痛苦哎！你看刚刚几场表现那么好，结果。对啊，我戏精都已经死掉了，这样怎么玩？对啊，怎么带风向？你们都不带风向。最好是伟伟跟秋口在那边互投，不知道怎样。耶，酱油。刚才都是职业的，现在都没有职业了，都是等着被杀的。没关系啊，你白天就死。不不不，我白天会好好的活下来。哈？哎呦。哇，那个哇，西米你又是护士的哇，就是西米又要砸盘子，你是不是要争我啦？争球，争球，你要不要争他两针？没有特工挡掉，别让他下去。三平六，多一个人出现在，我在想耶，你是多爱推我啊，小姐？你们刚刚下面很危险哎、欸，下面是贼窟。嗯，好怕。小龙传球。算了，真有些问题。被推着当包米。再会吧。哎，我每次都想不到争谁球，结果就好吧。哇！争我，我给他就被你算了。哇哇！爸爸，我们下去吧，啾咪。哇！哎、欸，怎么死的？你怎么死的？被狙死的。你怎么死的？有月哈。有狙单呢、啊？你忘了？八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狙？明明没有。哦。十七把。等等，警察给的单明明就是17，为什么你都投我？16、17啊，对哈，17，投你就对了。为什么有人写16？啊，16、17啊，好像17。为什么有人给18？是先17不是吗？你早就给推吗？冰山为什么？哎，17。13是皮呢？我老君也是怪怪的。我点错。啊。对，这边玩传球玩的好好的，还想上我。结果西敏不是医生呢、欸，他一直有职业。对啊。哪有一直我两场、啊、两场平民了好吗？我们三场。哇，好险没挂。T15还是16？韦恩应该不是杀手。推15，然后14平，然后再来就温玉也推我啦。哦，他先跑温玉小鱼的那个16的单。我以为新民有查到人，所以下一个就该我了。好狙啊！又已经证明我。冰山为什么一直点13呢？好吧，七号有料到一。两传球，对，但是干，你在干啥笑？你怎么干的这么大声？知道他要炸开，好好笑。然后已经说我不是平民了，好吗？我已经说了，然后他是三，教主怎么是三？然后别人公认了。为什么是三？哦，哦，是查到的，这可以证明。医生，叫医生，快点！哇，我、啊哦、还有狙人。教主刚刚是点太快了。没有，他有打在聊天室。来不及了，所以。哦你有你叫不叫？你要看，你再不看。教主，你有杀手吗？西敏，对不起。
我刚刚差点直接开麦大骂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干嘛打事啊？因为他们没投到，他们要查人没查到，来不及了。这样吧，我查中了应该。再见，机敏。对不起。你到底有没有看到我打字？他刚刚看到。上去了，喂，干，我好厉害哦！我跟你说，我一直以为我接下来要被推，我要死掉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刚其实不会有警察死掉，喂，应该说还会留三个在。其实我刚才听到他们说十四平，我说啊，有个白痴，他投了，不看小窗。我一直打西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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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快跳，你下一晚就死了，赶快跳，赶快跳，你要死了，就是不理我。我死，他死，我还想开麦骂说活该。阿贝下哇！这个月拜拜，走吧，下来了。解谜，对，下去吧。哇啊！对不起，有那么大声。西米，你是不是因为习惯了当？护士，所以习惯不是看、啊。你是不是都习惯自己一个人玩？我没有啊，我会看的。我刚刚觉得90-11有一个是杀手。90-11看到那边有反光是不是，有刀是不是？子弹从那边，哎，刀从那边飞过。对，也是刀的哎，对，刀是从那边过来的。你是八是怪怪的，我好，我怪怪的，凡凡有问题，怪怪的，没有，你当报名的，我不是报名，我们的军火，我跟上，我跟上，那我跟啊，我按错了，我不想按到直接弃票，没关系，因为现在警察，警察比，不是啊，要赶快跳一跳啊，好烦哦，哎。我等下狙你，跟你讲。哎、欸，哇哇你跟狙击手有私人恩怨。私人恩怨是。那我们再来推一下子弹的方向吧。这是一个难底狙。我带子弹的方向是这里啊。哇。下去了。九十二十五。繁星啊，繁星刚刚乱推人。喂，我的那个。喂。有哇，你就一个，不是教主就当报名，你是教主就报名，你就不要理我嘛，你们就不要理我嘛，不要浪费票、啊，你是不是在拖时间，我没有啊，你是不是怪怪的，你今天话特别多，有没有小鱼？小鱼有没有？九口今天是不是话特别多？他很紧张，他现在冒汗，他现在眼睛，他现在眼睛往上翻，他现在眼睛往上翻，可是。他现在翻白眼了。对，我翻白眼，你再来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打很多次都下中，我不想要乱投九口，我觉得他不是。看，我觉得你们两个有问题，警察查他们两个7号、16号结案。发现，怎么怪到你是不是怪怪的？我手上有枪哦。你有枪？对啊。狙击枪啊！好好好，哇哇，西敏又有职业了，西敏啊！天哪，快点快点，推推推！要讲的，繁星乱骗人，繁星哈，繁星我受不了你了啊！不是说我枪，哎、欸，十五先拜托，真的十五， 15, 相信我。我打字了，看我打字啦，十五啦，十五先相信我。我是好人。我是好人，我是打了，哎、欸，哦，对不起，那是平哦，对不起，那十六，相信我，十六，真的，我是平民，我是平民，十六有问题，我是平民，十六，啊，哎、欸，我是男的，我是男的，你是男的，你是男的，哎、欸，警察查到了没有？不能再演了，我被讨厌了啦，警察查到了没？哎、欸，为什么每次他都被扁的时候才说我是男的啦？对他这叫很慢。对啊，小雨是不是很爽？我害了蓝底死光光了。哇！我没有很爽啊。欸、开始报名的时代了，报名的时代。找到了没？找到了没？小龙找到了没？不管了。警察保我。八
七八七，怎么是我？怎么可能是我？我傻眼。找到了啦，对啦，是我。哎、欸，等下保我，等下保我，等下保我，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，我找到你了。不是我，我找到你了。刚刚那我投一个，我觉得是的。干过来。过来。那边都打七 K 了，你还认为不是？哎、欸。零七保护我，零零七保护我。啊，太高一点。零零七就死啦、啊！杀我干嘛？零零七保护我。零零七要跳的话，等这一回合结束再跳。好啦，我真的是警察啦，等下听我的，我查到了。哎，这下真的很。可是没人可以保你啦。可以，我还有一张卡，免死金牌啊，台币150块买到的，骗人卡，你都讲说二跟十五是平民，不要，快点，警察赶快讲出来，索尼克，杀手是索尼克，投他，我是警察，哦哦。结案了，上去吧。赢了，赢了。